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又到了今天的嘉宾访问环节。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实验诊断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姚世平先生。姚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您好。其实今天好像说这个中国实验诊断上午刚刚召开了一个第三季度的一个新发布会，发布会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效果非常好。嗯，这来了大概有100多个嘉宾，我们这个会前的准备啊，会场上的这个安排啊等等啊都非常好，我非常满意。嗯，总裁满意就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间公司好不好？中国实验诊断。中国实验诊断是一家2010年十月份在加拿大多伦多交易所上市的，业务呢是在中国运营的一个公司。嗯。我们主要是从事在公共卫生领域，做那个实验室整体解析方案的这个供应商。嗯，那么主要包括像中国的这个大医院那个实验室化验室的这个设备啊服务的提供，然后在基层乡镇和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这个整体化验室的这个解决方案的提供，救援力量包括军队的救援、地方的这个医疗卫生救援的现场快速化验的整体解决方案，还有一个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在这个食品安全方面投入啊比较多，关注也比较多，我们在这个领域也有一个实验室食品安全检测的这个整体解决方案，总共我们有4大的这个业务，3个新的业务，一个传统的这个业务。嗯，那刚才您说到这个中国实验诊断是在2010年在多伦多这个股票交易市场上市的。对。那它是属于以中国为基地吗？对，我们的这个市场，目前是以中国为主。那这个公司在中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1993年我们是在广州，然后2002年呢从广州我们搬到北京，在北京呢设立了我们的这个工厂。嗯。2007年呢，我们由原来的传统的这个经营模式提供产品，提供这个设备，提供这个试剂耗材和服务，改向做这个集成，做整体解决方案，主要服务这个目前呢，这个重点呢是在农村跟基层这一块，帮助地方政府，帮助这个乡镇卫生院呢，提高他们这个看病的能力，让农民呢能够在常见病、多发病的这个治疗方面能够就近能够得到服务。嗯，这个是目前我们发展的这个势头还是不错的。那在我们所服务的这个区域里头，得到了政府啊、那个医院呐、和老百姓的这个称赞，我们称之为三满意吧。我们的这个经营跟这个服务，我们公司在多伦多交易所的这个股票交易代码是 CHO。嗯，好，怎么会想到在这边要上市呢？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呢是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资本市场比较成熟，第二一个呢是资金的这个流量也比较充足哈，这对我们上市来说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募集资金啊，这个发展的这个业务嘛。嗯。第三个呢是加拿大这个公共卫生领域的这个市场啊比较成熟，这个领域里头的企业和这个领域里头的这个投资人都比较这个有经验，
啊都比较成熟。那我们希望呢，在这边选择这边的这个上市呢，能够把除了把这边的资金呢哈，能够引进到我们这个企业，支持我们在中国的发展之外呢，这边的这个相关的企业的一些新的技术，一些这个管理好的管理经验，等等，能够跟中国结合。那么同时呢，因为这里的投资人他们比较有经验，在这些这个领域里头，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好的这个商业模式，在中国有广阔的这个市场前景，能够很快的能够得到这个投资人的这个认可，这也是我们这个考虑的比较多的一点。公司这几年这个收益情况怎么样？我们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2010年我们去年嘛，我们的业绩包括那个营销的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呢，都超过了40%。2011年今年的前3季度，就到9月30号为止，我们的这个营业收入的增长达到42%，净利润的增长呢，达到了66%，啊，就是这种情况呢。目前呢是在多伦多交易所上市的这个中国企业里头是不太多见的啊，应该是高速的增长。那么这个中国实验诊断它近期这个公司近期的一些动向，包括一个长远的有没有一个这个发展的方向或者目标呢？有的，我们也是有一个5年的发展计划啊，因为中国的这个公共卫生领域哈，这几年在政府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导向的这个支持下面，发展比较快。再加上呢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观念啊，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的质量啊，各方面的这个认识啊追求哈，等等啊，所以造就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共卫生领域这个市场啊，这个潜力非常快。那么加上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12-5计划，所以我们也就有一个5年的这个发展计划。那么应该说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对我们制定的5年的这个发展的计划呢是比较有信心的。主要是第一，我们这两年已经找到了这个一条适合我们也适合在中国这个公共卫生领域发展的新的这个经营模式，就是由原来的传统的这个经营提供单个的产品转向为政府为用户解决问题，一体式的这种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这几年2年的发展吧，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比如说我们在农村整体化验室，我们现在建设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00多个啊，像吉林省啊，现在的这个贵州啊和重庆啊，辽宁省的锦州啊，河南省的驻马店呢等等地区吧，加起来我们已经超过了800个，啊，那么我们在全国有将近50000个乡镇卫生院和这个农村的这个诊所，啊，那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目标呢，希望呢在这里头呢，占到一定的这个市场份额。好，我也希望这个中国实验诊断能够这个公司能够蓬勃发展。谢谢你。如果电视机前对投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中国实验诊断 China Health 这间公司在多伦多股票证券交易所的代码是 CHO。 非常感谢姚先生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谢谢主持人。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一会儿再会。